我是来自于台中麦芝麻酱的张月玲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那在一年多以前呢，一个我们陈定豪老师来到台湾，报了名参加我们陈定豪老师的失传的37个秘诀。各位知道吗？当我上完第一次课程的时候呢，那个月让我多赚了100多万，这样好不好？哇！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卖芝麻酱可以卖到哈，整天都是人，所有的人都在店里面等你在卖他芝麻酱，然后还排队。然后呢，各位，那我直接说，哎，这个课程太棒了，我再继续上。所以我又到了杭州，办了那个参加老师的第二个进阶的课程。这一上完课不得了，回来台湾，在我的所有的店一示范，那我那个月多赚了500多万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各位，我呢上完这个课，多赚了500多万之后，我立刻成为我们陈定豪老师的弟子班，是台湾唯一的弟子班，好不好？好。老师呢特别对我的特别的招待。各位知道吗？我最近呢在台北刚刚开了第一家的这个芝麻酱。那我开了这一家，各位装潢都还没有装潢好，然后在店里面乱七八糟的。各位知道吗？我只用了陈定豪老师的一个秘诀，我的客户付钱的订单有这么多，我来看一下，还全都是在这一个月当中所有的订单。各位，这一个订单一本是50个客户，然后将近有30多本在这边。哇！隔壁啊。麻将，各位想不想知道这个秘诀？是啊，想知道吗？是啊，因为我是他的弟子班，我很荣幸呢，跟了很多这个国际巨星一起拍照，跟他们一起吃饭，让我睁开了眼界。然后很多人看到，尤其是在我们台湾，看到我跟洪金宝一起拍照，他们说：“哎，这个人是你吗？”我说：“就是在下本尊呢。”他说：“哇。”他那个眼睛露出了这一个非常敬仰的这个什么表情，哇！你怎么可以跟洪金宝照相，还跟这么多的明星照相？哇，真的太棒了！这样子很大大的提高了我的成交率。各位，让我呢在去年一整年，我的营收多了1000多万，这样好不好？各位，最近呢，我即将要再买一部宾士130的给我媳妇，